之前跟一些 Coca Head 的那些前辈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有些人就建议说，有些事情还要出来讲这样子。那因为过去在三一八学院的时候，我确实看到过有些 iOS 的应用是在审核上面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那这个机长蛮可爱的，因为他是某在场知名设计师的设计。这 app 其实在当时我拿到那个 Time Sensitive Review， 就是它一直可以在24小时内得到一些回复这样子。那即使是在审核，即使屡确之后重新审核，还是会在那个会在期限里面。那即使在这个审核当中，我遇到一些状况，像说，Apple 他们提到那个这个东西是分析，那我希望它为什么？那其实我想尽办法去修改，那我把很多很多功能都拉掉，然后其实剩下一个空格是，对，所有人像全部都处理掉。那我遇到的问题是矩阵。iOS 的审理它大概分两个步骤，第一个是排队大概排个3到20天，那但是期限的话不会在这个东西里面。我遇到状况就是这个，那这个通常是3小时到1天，那我这个地方卡10天的话，大家就会判定它应该是矩阵。我那时候刚开始就是矩阵状况，就是先写给那个 routine， 那 routine 基本上的信都是机械式，而且是不能回过去的。那我后来就试着去写给 Tim Cook 之类的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其实美国有陪审团制，那其实可以做一些回避名单，那没办法中国企业的 network 掉。然后之后我看到的一些回信就不太像机器人，但是基本上是矩阵这样子。那我经验是，就在这个的隔天，然后我就真的收到我疑似苹果那边哪一个中国员工来电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语句的原因是为了各样的三个字，然后他做了分析。然后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告诉我们可改成 weekday 啊？那他就跟我说，我不谈这次的问题。然后其实他好像真的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电话。好，那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啦。那其实刚我就是发名单例而已，中文一直都这样，其实他没有针对的或抄袭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做事情都这样子，其实门槛高的话，就会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人拒绝掉，那没办法。那其实板桥在剩下6天，那很多板桥朋友在问说，为什么要发明游泳池？游泳池不是很怪吗？那其实他诚心是大胆别人，那就是假戏弄人嘛。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演员还年轻啊，所以我真的帮希望能够帮他找到一个伴，这样两个三个一起走在一起路上比较不用心。加油！那些 app 还有不要我的加油，谢谢。